刚才那个小姐下去休息了，这一时间由我来给大家跳舞。然后今天在九九三就这一个麦序，大家喜欢的不要忘记点心，点点心，点点关注，让我们直接跳舞了，好吧？枪已上膛，就差我的舞蹈了，妥嘞，大哥。开上电风扇，我是又是一名好的跳舞主播，真好。
太累了。喜欢看单屏。欢迎大家来到剧组三，全网最最也有颜值独到频道，我是本次轮班的主播小羊人。喜欢麦上这个妹子，大家把这个直播时通知勾一勾，然后给这个小心心点一点。祝一个麦穴兄弟们上次都点点心来，把这个小心心怼一怼，都是免费的，不要钱的。虽然说我感受不到你们的存在，但是我能感受到你们每一个人在屏幕面前那个那个样子，大家点点心，然后出来就能出来。这首歌叫什么歌？等我会直播间就告诉你啊。我感觉一般你们男的都喜欢看单屏的，因为双屏的话，你们男的就是不知道看哪个了，是不是？跳第二支舞蹈。叫小苹果，这个就比较重口了。大家好，就是女孩子跟男孩子眼光不一样，女人就会觉得用双屏分屏跳就感觉就很漂亮，男人就会觉得一双屏了我看哪个看哪个，他看哪个不知道看哪个主播了。我感觉哇 ，YY 的主播都好厉害，他们的好姐妹长得都一样，不知道该看哪个了。跳第二个舞啦，兄弟们！就感觉哇 ，YY 的女主播，他们的妈妈都好会生，一生都生四五个双胞胎呢。那我们跳个单腿。Push, push, work it out. Never stop it, girl.
Three things. Action.星星点一下，欢迎大家来到993，我是本次人脉的主播小二人。哎呀，哎呀，不能因为我今天穿的长裤子就不给我点心呢。你们都是好人呢，难道你们都是没有感情的杀手吗？给点心啊，兄弟们！我们还能跳最后一支舞蹈，跳得快一点了。来，点心，在这里点直播间通知，在这里点直播间通知。我看看今天在993能涨多少个关注，今天在993的小哥哥们多吗？还能腾出来一只手的点点直播室通知啊，谢谢大家。没有错，我就是那个骗关注的。给不给骗？给不给骗？在这里点心啊，跳舞啦！谢谢大家的礼物，谢谢。虽然说我感受不到你们的力量，但是我能感受到你们每个人的存在。